亲爱的们，你们好啦！今天小编来跟朋友们准时见面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们生活的星球是圆形的，后来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，开始探索宇宙和其他星球，因此我们也得知太空中很多星球都是圆形的，但是其他星球就没有我们的地球这么美丽了。比如月球和火星，不但没有水、土地，还极其荒凉。今天小编就跟大家说一说星球，为什么大部分的星球都是圆形的？难道就没有一个皮的星球长成其他的形状吗？专家表示，当然是有的啦。从太空中看，地球色彩鲜明，是一个椭圆形，其他的星球则颜色暗淡，但也是不规则的圆形，这是为何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居住的星球是圆的。我们能站在地面上，是因为地球有引力，并且它还在不断的变大，体积越大，引力越强。可是引力大也会使星球的表面受到力的挤压，最后形成了不规则的圆形。其他的星球也是如此，星球内部有引力会将表面挤压成圆形。要说到不是圆形的星球，土卫18是很有代表性的。它的直径为35200米，是个很小的卫星。它的形状特别有趣，在腰上突出了一圈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飞碟一样，上下像凸起的小山一样，表面有很多皱纹和凹凸。宇宙广阔，有太多人类未知的天体和现象，因此人类对太空也有了更浓厚的兴趣，制造了更先进的仪器，希望可以观测到更多的星球。相信不久之后，人类可以揭开宇宙的真相。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造型很皮的星球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，或者是进行转发，以及关注哦。